老师是如何叫醒学生的？哎呀，睡着了。嗯。哦，哎呀，昨天没学习好呀。哎，不作业不一宿。那你等会儿大课间你别下去了，你搁班睡觉吧。那下节课你也没精神。哎，趴着吧，趴着吧。这空算完得来什么？起来。这昨天晚上干啥了？这困成这样。我告诉你啊，班级是听课的地方，不让你睡觉的。你要愿睡回家睡去，站着听。再看这块啊，如果说他。来来来，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啊！他妈站着还能睡着了？哎，这么天也是可以的啊！这谁又睡着了？孙鹏啊，那我爱人是怎么追求我的呢？哎，这一唠没用的，他可精神了。老师监考时的心理。嗯，他是不是抄？哎，算了，我还是给他们留个好印象吧。自己看自己卷子啊！太没意思了，咋还不完事呢？我都饿了。哎呀，这一监考就困，我得下去溜达溜达去。我等会儿该睡着了。没人看着吧？当老师监考自己的学生时，哎呀，这有些题啊，他改了还不如不改呢。不是你躲啥呀啊？这选择条款咋都不写呢？是不是等谁给你传答案呢？这题用余弦定理。啊，老师，啥是余弦定理啊？来，过来。余弦定理，余弦，哎，余谦，相声看多了吧？老师是如何发现学生谈恋爱的？啊，这题找老同学上黑板做啊。嗯，孙鹏，再来一个谁？老师，刘月想做啊。刘月想做，那来吧。不是，我就问你俩谁先动的手？没有，没动手。还不承认？还没有是吧？行，来，当咱班监控是摆设是吧？自己看。这刘月怎么跟孙鹏还搁班啃上了呢？哎呦，孙鹏处对象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绑个女生皮套？哼，不是，这不是你性格呀。嗯、啊，这就对了嘛。嗯。拜拜，儿子。李晴，哎，哎呀妈，这么帅呢！哎呀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也没见你穿过正装呀。来来来，合照。这批家长，你能别搁这磨叽了吗？能不能从哪来回哪去？啪啪啪，走了。李老师，班主任，刚才那个啊，那我们学生家长啊，你跟这家长说话啥态度呀？啊，不是，他我认识，是我知道你认识。你们学生家长，你能不认识吗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跟家长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啊，就非得那个语气。嗯，以后好好说话啊。嗯。王俊怡，等我下班的啊。当老师得知假期要上网课时，哎，婷婷，你看通知了吗？啥呀？这假期咱又得上网课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给加班费吗？那肯定得给呀。太好了，哎呦，我这往家一坐，我就能赚赚钱。哎呀，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。那，这真是学校这整着没用的啊！王姐，你说咱这假期才几天啊？这又得上网课。再说那上网课能有几个认真听的呀？哎呀，真是，我都懒得讲，找个外校老师录播课得了。同学们，咱假期又要上网课了啊！那还和去年一样，每天看一个视频，前两分钟不能快进，两分钟之后再拖进度条啊。老师是如何处理谈恋爱的？哎，婷婷，你爸孙鹏和李雪好像处对象了啊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啊，你打算咋管呢？我不太想管，就是我爸孙鹏吧，他就那样。那李雪，那马上要考试了，要成绩下降了，我再收拾了。行啊，你俩啊，胆儿真大呀！我教了20多年学生啊，头一次碰上有敢在我眼皮底下处对象的。行，我爸磕碜了，我现在就给俩送教务处去。哎呦，是别呀，我俩以后不在一块儿了。行，这是你说的啊，我再给你俩最后一次机会。下课了，李雪你先走，孙鹏你等2分钟啊，你等会儿跟我一块儿走。哟，这俩人这是处对象了吧？我得抓紧给他俩调一桌去，顶多一周必分。老师是如何留假期作业的？寒假40多天，这能学不少东西呢。看留多少啊、一套、两套、三套，够不够他们做的呀？再来一套吧。来，留一下假期作业啊。90分以上的同学啊，假期没作业。60分到90的卷子做一套。60分以下不及格那些个同学啊，你再多做一套。开学我就考试，考的就是这里边的原题。你要再不及格的话啊，老师就得收拾收拾你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这人从来不留假期作业，这个是咱学校给发的啊。咱同学没有要的吧？没有要我就卖废品了啊。
老师是如何发现学生作弊的？那桌子上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打小抄了？老师没有，我不会，我抓阄呢。抓阄，这整着没用的。你有那功夫，你好好看看题，那说不定就做出来了。这玩意儿能靠谱啊？真是。哎，秀丽灯拿上去。啊？啊啥呀？你秀丽肯定有东西。这今天这得有30度了，人全班同学都穿短袖，就你穿大棉袄。你拿着。啥也没有。还没有啊？我。老师，我想上厕所。上厕所？那刚才孙鹏已经让主任抓着了，那不能给你传答案了。还去吗？不去了。回去吧。老师是如何发现学生手机的？那个老师忘带书了，王帅，你带书记老师看一下呗。哎，你先跟同桌看一个，谢谢啊。不是王帅，你真行啊！这个图就是太阳光直射迟到时候的样子啊。哎，我这。胆儿挺大的，出来！哇，这打野也太菜了，他叫什么无敌战神？这不孙鹏吗？现在不上数学课呢吗？咋了？你家孩子今天上语文课的时候说话，人老师就批评他了，结果越批评他越笑，给人老师气的课都没上。我笑啥呀？我也无聊，为啥就想笑？整两下回去上课啊。看那小脸拉了的，王晶晶，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现在是我工作时间。哦，张乐今天这个行为啊，让我非常气愤。他作为，好笑吗？我说的很好笑吗？不好笑。张乐今天这个行为啊，让我，王静怡，嗯，干嘛呀？我这么严肃，我就想笑。各科老师遇到无法解释的题，英语老师，这个选项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固定搭配。再一个就是语感，你题做多了就知道选啥了。物理老师。这题不太常规啊，如果要跟你们讲的话，咱这节课可能都没了。这考试不会出这种题的，咱还是把时间留给能做出来的题上，行不行？数学老师，大题最后一问不讲了啊，反正你们考试也做不出来啊。那几个数学好的，要是不会的，下课去办公室问我啊。来，那下一张卷。考完数学的崩溃瞬间，这第一道大题这么简单吗？这套完公式不就得一吗？不能这么简单吧？说不定是出题老师故意给我们送分的，这老师真好。考完后，咱们今天考试这第一大题有点复杂。复杂，所以啊，这个的答案就是2/3+2倍根号2。理科班打篮球赛，这篮球赛怎么还差一个人呢？看看选谁？我，孙鹏跟王帅呀、啊，王帅去吧。老师为啥不让我去啊？你说为啥不选你啊？你会不会打打就急眼？那打篮球那打架去了，坐下。文科班，这打篮球得5个人吧？那咱们总共才4个男的呀，你都报了还差一个呢，就咱上隔壁理科班借一个去。体育特长班，不出来多，那为啥不让俺班上啊？这不学年比赛吗？你那都是体育生，你那不玩赖吗？哎呀，